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为了度一切众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们发心成佛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听这个课然后大家努力的修心。那么这样子的话，总有一天呢，我们一定会成佛的。这个佛经里面讲，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有佛心。那么这个佛心呢，它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因。然后呢还要需要一个缘缘就是我们自己的学习和修心。那么我们本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佛心，有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因。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学习和努力这也是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缘。那么这个因和缘具备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众生都会成佛的。佛经就讲，所有的众生就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都会总有一天呢都会成佛的。但是呢，时间有早晚这个我们的根基成熟的时间，有些众生成熟的比较早有些众生呢成熟的比较晚但是呢总的来说大家都会成佛的所以我们要发心我们一定要成佛，这就是我们的生生死死的这个生命生存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的总的这个奋斗的方向那么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不同的生命阶段有不同的追求有不同的目标但是这些所有的目标和追求都是临时的临时的那我们的永久的或者是终极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解脱和成佛然后成佛的目的成佛的目的呢，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为了更好的帮助所有的众生那么所谓的帮助呢也就是不仅仅是在这些众生的这个生活上去帮助就是要让他们成佛，让他们脱离生老病死这个就叫做帮助这就叫做达成佛教的帮助那我们就是为了更好的帮助一切众生所以我们要学佛，所以我们要修心这样子的。这是我们不管学佛修心，或者是我们这个烧香拜佛等等任何一个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之前呢，大家应该是学过这个三书生三书生里面的这个发心发菩提心，就是讲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每次都要发菩提心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这个人生难得这个课那么人生难得呢，我们上一次也讲过了，这个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最基础的课程最基础的课程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生命的价值然后了解我们的生命有很多方面比如说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的真相然后了解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这个时间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了解自我这些都是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学那么在这个人生难得这个当中呢，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这个生命呢它不是去了解我们的生命的本质，而是去了解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价值这一生当中呢，我们应该去做什么应该去追求什么应该往什么方面去努力就是这样这个平时我们工作
赚钱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为了生存。那么生存了以后呢，我们生存的目标是什么？生存也应该有一个目标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忙啊，为什么呢？就是为了工作啊。为什么要工作呢？就是为了赚钱啊。为什么要赚钱呢？就是为了生存啊，最后就是为了生存。那么生存是为了什么呢？然后就我们很多人就不知道了，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啊。这样子的话呢，就跟动物啊就一样的，差不多的，生存就是为了生存。其实这样子的话，意思就是说生存是没有目标啊，生存就是没有目标的，生存就是为了生存，这样子，那么生存是没有目标。这种生存啊，这种生存，这种生活啊，其实就是非常的空虚，很空虚无聊啊，甚至就是很痛苦啊，这样子的。那么生存也应该有一个应该有一个目标啊。那么生存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种啊，其中我们这一生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修心啊，提升自己的生命啊，净化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灵，了脱生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存的目标啊。所以呢，我们前几天也讲过，比如说我们去工作呀、上班呢这些都需要的啊。为什么？这些都是为了生存。然后呢，我们另外还需要一个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修心大作啊，这两个都需要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不上班不工作大家去修心这个不现实啊，这是因为大家都要生存所以要去工作，要去赚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只知道去赚钱只知道去工作不懂得修心这个也是一个极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虽然是赚了再多再多的钱最终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清楚的。而且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实际上就是这样子50年前、60年前或者是100年前或者是18世纪、19世纪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全世界的人都不太理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话是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讲，但是这个世界上真正能够体会到的或者是能够理解的人不是很多的那么现在呢大多数的人比较了解这个金钱也就是说已经有了很多很多有钱的人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这个比较了解这个物质生活的时候呢那大家也就比较了解比较理解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话而且我们这个能够理解这样子的话的人是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多那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我们有机会去接触这个庞大的物质生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总觉得还有少了一个东西那是什么呢？就是精神上的就是精神上的东西那么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标准的佛教徒，作为一个21世纪的佛教徒，这样子的话，一方面相信科学然后呢，一方面要去赚钱我们也要去学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科学的知识，接受现代文明同时去接受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育然后呢，从佛陀的这个智慧，从佛陀的这个思想教育当中我们就吸收一些智慧那么这个智慧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标准这样子的话
这一生当中啊，大家活得也很幸福的，很开心的啊。另外一个啊，这种佛陀的智慧，就是作为啊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标啊，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但是这一生啊，生生死死啊都有目标，都有方向啊。所以这个这样子的人生其实就是很幸福的。因为这个人生有幸福又有意义啊，所以非常的难得啊。这个人生啊不是那么容易啊，非常难得。千载难逢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啊，一个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这个天下有成千上万的人，特别特别多的人，特别特别多的生命啊，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其中就是有很少很少一部分的人啊，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啊。这就是说明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但是因为我们啊，之前。我们其实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时节啊了解的特别特别的少啊，我们了解的特别少，然后呢，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这个了解啊特别的少啊，特别的有限，特别的有限，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啊，这个我们上次也讲过，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建立在一个很小很小啊很小的这个范围当中，除了这个范围以外的这些东西啊，我们都不了解，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的这些价值观啊当中啊，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啊，很多都是不对的啊，很多都是我们自己认为是很有意思，但是其实没有那么有。不那么有意思啊，有些呢是本质上啊是错误的啊，这样子，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佛陀的智慧学习和训练锻炼修心就这个正究我们自己的这些错误的观念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些烦恼生老病死都可以断除的。前提的条件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生命是非常的难得这个就是前提的条件，否则的话我们不会珍惜我们不会珍惜这一生的这个机会，不懂得珍惜那么不懂得珍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人生又这么难得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还是我们的多数的这个时间多数的时间就在这个吃喝玩乐在这个当中这多数的时间都浪费了然后呢，我们这样虽然是这样子浪费了，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个是浪费。不觉得这个是浪费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珍贵性所以首先第一步我们就是去了解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这样子那么任何一个这个思考思维都要这个在非常平静的状态当中静心很安静的状态当中静心平时我们比如说走路的时候说话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静下来专门去想这些事情需要有个这样子的时间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这个思维的比较好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训练的比较成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去思维都可以去思考但是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专门的这个
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时间，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训练啊的话，那么我们全部都从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去想啊。那么生活和工作当中，本来我们的心都是很浮躁的啊，都是很浮躁的。只有一个这么浮躁的状态下啊，就想不出啊，想不出什么很深的道理啊。所以呢，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专门的时间啊，那么这个专门的时间就叫做闭关啊，闭关啊。那么闭关呢啊，比如说比较珍贵的这个闭关，就是比如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啊，专门的去打坐啊，就叫。比如说净土宗啊，这个就叫做这个叫这个啊佛七啊，打佛七就是念佛啊，念佛每七天啊，每七天就是一个一个段落啊，然后呢两个起、三个起、四个起啊，这样子叫这个时间当中啊专门的念佛啊，然后禅宗啊，禅宗啊，这个叫做这个禅起。啊，禅期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啊，去打坐修禅啊，修禅，然后这个时间呢，也是啊，每七天啊，每七天就是一个段落啊，然后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这样子去修禅啊，这个叫做大禅期啊，韩传佛教传统上都是这样子啊，然后藏传佛教呢不叫这个佛期、禅期。没有这样子的词汇，但是呢，就总的来说就是叫做闭关啊。那么这个闭关呢，其实这个跟韩传是一样的，它最少啊，最少就是七天啊，最少是七天啊。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只有三天也可以的。但是呢，比较规范的这个闭关呢，一般都是七天啊，一般都是七天，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这样子去闭关。藏传佛教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样子。这些时间啊，这些时间是专门打坐闭关啊。然后另外一个闭关呢，比较简单的闭关，我们上次也讲过了，比如说每天啊，每天我们安排一个到两个的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比如说每天早上早起一个小时啊，在一个小时当中这个打坐，晚上啊就打坐打一个小时啊，那么这个一个小时呢，一个小时当中啊，一个到两个小时当中呢，还是啊把自己封闭啊，关着门，把电话关掉啊，这样专门去想这个事情，专门去打坐，这也是一种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闭关啊，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封闭式的训练啊，封闭式的训练，用佛教的话来讲，闭关，这个叫做闭关，其实就是一个封闭式的训练啊。那么有了这种封闭式的训练以后呢，啊，在这个时间当中比较认真啊，人就比较能够静得下来啊，这样子以后效果就比较好啊。平时我们走路的时候、工作的时候的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那在这个状态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然后我们啊，可以在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可以打坐，可以修禅啊，这个都可以的。那但是呢，前提的条件啊，是必须要有一段时间，就这么一段时间当中呢，必须要专门的去学修行打坐啊，特别的重要。希望大家要重视啊，我们对这个生命啊，对生命、对世界的了解特别的少啊，所以我们所知道的特别特别的渺小啊，渺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个啊，比如说银河，整个的银河系啊，从这个整个太空来讲，从整个宇宙来讲，就像佛讲的三千大千世界，就像华严经当中讲的一样，特别的渺小啊，特别的渺小。比如说啊，这个一个光年，一光年啊，一光年，光年是什么呢？光的速度
光的速度就是一秒钟它可以走30万公里、也就是我们一秒钟当中人的一眨眼的这个时间当中它可以绕地球绕七圈这样子的速度，特别特别快的这个速度。然后这个光走到一年就365天这个距离就叫做一个光年。从时间的角度讲，光年实际上就是一个距离那么从一个光年之外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宇宙看整个的宇宙的话，那也不过就是我们晚上看这些无数的星星当中的一个星星一样整个的我们的这个银河系都是这样，然后太阳系地球就更渺小然后地球上的人我们就更渺小然后我们了解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呢，我们也只了解这么几十年，明天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然后我们还没有诞生之前是什么样子或者是几百年前是什么样子除了这些书本上讲的这些历史以外我们也不了解书本上讲的历史最多也就这么几万年而已那么这个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之后也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特别特别的少特别的少，所以我们很渺小必须要知道我们知道的是非常有局限性所以在这么一个很渺小的这个范围当中就是这些当中的这个是非的判断也是非常有局限性然后就建立在这个是非判断之上的价值观它就是更有这个错误更有漏洞更有漏洞，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不懂得珍惜不懂得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生命的之后是什么样子，之前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这个地球以外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一样我们也不了解这个生命的真相，所以我们如果不知道这个，没有这种人生难得这样子的这个学习，这样子的训练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是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难得难得珍贵的这个机会，我们一定会在这个吃喝玩乐当中就会荒废，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的可惜的。所以呢，佛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第一步就让我们去了解自己的生命了解了以后呢，我们自己就知道我该做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这样子。所以这人生难得，虽然是这个很基础的东西，但是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修心的动力以后我们在这个学佛的这个道路上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就很懒惰，很懈怠不想修不想去学，很多时候又这样子但是这个时候呢，人生难得它就是一个动力我们一向导这个我们的人生有多么的难得，多么不容易，这样子的时候呢，立即就提醒自己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浪费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的，我这一生的这个时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我不应该这样子去荒废，不应该这样子去浪费，这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修心的动力所以我们就是未来我们的这个修心呢，有没有什么进步有没有什么收获，或者是说我们在这条路上面走的成功和不成功，还是要看这些基础的这些修心基础的训练。基础的训练做得好做得好，那么我们在这个路上一定会做得非常的成功的这些基础的这些训练修心没有做好没有做好，那么我们就走着走着慢慢的就不感兴趣不感兴趣，最后就是没有什么收获
啊，会失败的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好好修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不着急，不着去修什么更多的法啊，就是要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啊，着急了也没有用的啊，着急了也没有用。虽然是我们会讲这个生命无常啊，多么多么的无常啊，但是再无常也好，没有这些基础的这些啊训练啊，那么我们比如说我们直接去修禅宗啊。然后就直接去修这个大圆满啊，都会失败的啊，都会失败。所以这些基础的修法特别的重要。好，这个我们啊是，因为我们啊这次我想可能很多都是比较刚刚进门的啊，可能是这个文思这方面可能比较少啊，所以呢我们。除了这个讲一些具体的这个修法以外啊，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些这它的重要性啊，否则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我啊打坐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一定会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我想会有这样子的疑问啊。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要告诉大家啊，这个明白了以后呢，到时候我们去修行的时候，知道我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啊？修心，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要告诉大家，必须要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也就是说，修心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这个功课啊，就是有点难，有点难啊。但是呢。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子啊，就是当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啊收获的时候啊，收获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啊就感觉到啊，修心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特别的幸福，特别的快乐啊。这个时候呢，打坐修心，它不是一个啊枯燥的功课啊，不但是不痛苦，不但不是一个压力，而且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打坐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修心打坐就成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啊，生活也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修心修得比较好的时候呢，生活也可以啊，也可以变成啊我们的修心的一部分啊，生活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修心的一部分，修心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并不是啊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啊，一开始的时候呢，生活跟修心还是有一点矛盾啊，还是有点矛盾啊。修心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我的啊生活，这是修心啊，是一个比较枯燥的训练啊。然后呢，生活呢谈不上是什么修心啊，很多人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呢？就是这生活就是修心，修心就是生活。但是实际上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珍贵的训练啊，闭关打坐。这个做不到的，说说而已，其实是做不到。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生活不是修心，修心也不是生活，不但是这两个相互这个还是有，不但不是生活是修心，修心是生活，而且还是会有点感觉上是有点冲突啊，有点冲突。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就是感觉上要牺牲啊，要牺牲一些生活的内容啊，然后呢，生活的时候呢，也就牺牲了这个修心的时间啊，修心的时间开始就是这样子。但是呢，到了一定的时候呢，这两个啊，完全是可以圆融啊，可以圆融的。所以大家要看远一点啊，要看远一点，不能这个急功近利啊。比如说我们修过一个星期、两个星期，没有什么感觉，就不修了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有这个结果。还有一个就是打坐的时候呢，就稍微有一点点枯燥啊，稍微谈不上是痛苦，但是呢，可能有点枯燥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想修心
啊，不能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赚钱啊，工作也是很辛苦的呀。但是呢，就是为了赚钱，为了生存啊，我们啊愿意啊接受啊，愿意接受这样子的压力啊，愿意接受啊这些这个这些啊压力和这些痛苦啊，有些时候也有痛苦，为了赚钱啊。那么我们修心也是啊，有些时候比较枯燥，但是呢啊，为了啊这个更高的目标啊，为了解脱啊，我们也要这个接受这些啊。只要有这样子的勇气，有这种精神啊，这样子的话，在这个修心的路上一定会成功的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具体的修法了。啊，具体的修法，上次我们啊讲这个人生难得啊，我们有这个这个八种啊十八个仙侠当中呢，有十八种仙侠和圆满啊，圆满就是具备了这个修心的条件啊，十种条件啊，就叫做十个圆满。然后八个现下就是说有时间啊，有时间有机会啊，就叫做这个八种机会。那八种机会啊，就叫做这个八种现下。八种现下当中啊，其中四个啊跟人类没有关系的啊，不现下啊，不现下，应该先讲它的这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像讲这个仙侠的时候呢，先去了解它的这个对立的啊，不仙侠啊，没有机会，谁没有什么样的叫没有机会啊？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啊，什么样的人没有这个机会，什么样的生命没有这个机会啊？去了解啊，那这个八种仙侠当中，八种不仙侠当中。四个跟人类没有关系，第一个地狱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恶鬼，第三个就是旁生啊，动物，这三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三个跟人类没有关系。另外一个叫做长寿天啊，长寿天，那长寿天是什么呢？天人啊，他们是有机会修心的啊，天人都有机会修心。但是呢，有一种天人他一辈子都是没有修心的机会啊，没有修心的机会。那么这种天人是什么呢？就叫做长寿天啊。他的寿命可以达到啊上千万年啊，上千万年，寿命特别特别的长。因为我们人的这个寿命为什么不长？因为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很这个构成我们的身体的这个物质是一个非常粗糙的一个物质啊，所以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就是说很容易衰老的啊，很容易衰老，所以呢，人的寿命不是很长啊。但是天人当中啊，佛教讲的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啊，色界和无色界两个都是天人啊，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结构啊，尤其是他们的这个身构成他们的身体的这个物质啊，不是我们现在我们人类的这个构成我们人类身体的这种物质啊。它也是一种物质，但是不是这种物质啊，所以呢，它的这种物质的这个变化啊不大啊，这个物质的变化不大，所以它的这个生命呢，也就是可以达到这个上万年啊，上千万年这样子。但是它一投身到这个天界的时候啊，它一投身的时候刚。生下来的时候生啊，也不是我们现在人类这样子的单身的方法啊。佛教里面讲四种单身啊，四种单身
四种诞生，这个生命的这种诞生有四种不同的这个诞生，那四种不同的，那么人类就是人类和大多数的这个这个诞生，大多数的动物叫胎生啊，那么他们的诞生不是这样，他们没有父母的，那么他们就是一诞生到这个田间生下来的时候，他们的心啊不需要修禅定啊，不需要修禅定，特别特别的平静啊，几乎就是没有什么思维的啊，他们的心呢几乎没有什么思维，然后这个六道轮回的人啊也好，其他的动物也好啊，这些生命的这个身体的结构跟他的心理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啊，生理的状态和心理的状态差不多，比如说我们人啊身体构造的这个物质也是很粗糙啊，然后我们的心啊也是很粗糙啊，这样子，然后天界色界物色界他们的心也是非常的平静啊，然后他们的身体的这构造，他们身体的物质啊，物质也是非常非常细微的物质啊，细微的物质，这个是物质，但是呢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的物质，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呢在物质当中啊最最最粗糙的这个物质啊，最粗糙的物质，最细微的物质，就是物思节的啊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就像一种光一样，它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有质量的东西啊，有质量啊，占空间啊，它的物质都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众生呢，他身体没有什么痛苦，他不会生病的啊，没有痛苦，他也没有衰老啊，诞生的时候诞生了，死亡的时候就走了，没有衰老，这些痛苦是没有的，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上千万年当中啊，他生下来的时候心非常的平静，但是这个就是这个状态呢，只是平静而已，他没有菩提心，没有出离心，没有智慧，不会真悟空心，什么都没有，就像我们人类深度睡眠的时候一样啊，我们进入了深度的睡眠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心很平静的呀，不做梦的时候心很平静的，但是我们没有证悟没有出离心，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状态很平静而已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当他的这个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然后开始有思维了，因为他要投生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他一直都认为他自己的这个状态啊是成就啊，解脱，他以为这个是解脱，他以为这个状态是解脱，他以为他已经解脱了。但是最后的时候呢，他发现他没有解脱，他还要投生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对佛法啊会产生邪见啊，他觉得佛说的是假的啊，他认为佛说的是假的，没有解脱，原来这个解脱这个是不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是必然的啊，这个是必然，他最后就是这样，因为他造了这样子的业啊，最后就是有了这样子的这个邪见，然后他就会多恶趣啊，多恶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理想的地方啊。那么物这种人啊，这种天人，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呢？就像我们有些啊所谓的大禅。做禅的人啊，就在我们人间啊修心，心非常的平静，但是没有真悟啊，没有真悟。那么他认为他真悟了啊，他认为他真悟了，他已经真悟了空心了。这种人啊，就会这个投身到这个地方啊，就像当年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呢，佛陀就像他像这个，他要弘扬佛法，他想跟印度的有几个比较德高望重的人啊，这个联系一下，跟他们联合去推广佛法。然后他
发现有一个尊者他是在当地大家都受尊重的一个德高望重的那么他这个人呢，他以为他已经证得了阿罗汉了他自己认为他是阿罗汉然后释迦牟尼佛就到这个人的这个跟前去实现了很多的神通但是呢他觉得这个他觉得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呢他觉得我自己也是阿罗汉我自己也是阿罗汉所以他从来都没有去接受没有这种像佛陀求智慧啊求什么没有这种想法他觉得佛释迦牟尼佛他也很了不起但是我也是阿罗汉他一直都是这种想法那这种人这种人禅定修得比较好然后呢他认为把这个禅定的状态当作解脱这种人如果他在临终之前没有改变过来的话那么这种人有可能就会投身到这个长寿天长寿天那么长寿天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一个是上千万年当中他没有这样子没有这个没有他没有这个念头没有思维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探索真相探索这个生命的真相那么这个人在某一个地方已经过了上千万年再回来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个地球都不在了这个世界早就不在了佛法也不在了这些人类的文明都已经不在所以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他浪费了一个很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这样子。佛教里面讲佛教的寿命有五千年佛教里面讲五千年五千年虽然佛教的这个讲佛经里面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种说法但是佛教的这些学者成就者他们最终他们认为比较正确的就是五千年就是五千年那么2500年已经过去了还有2500年这是佛教的寿命但是呢这个寿命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现宗的出家人的戒律的穿这个出家人的戒律的一些仪轨等等这些方面的就不存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些会消失的但是佛教的一些核心的东西尤其是密法它的寿命就不在这个当中不在这个范围当中主要是指的是出家人的一些戒律和他们的穿守这个戒律的一些仪轨等等五千年的这个时间这个是佛经里面是怎么说但实际上是不知的但是呢在场也好在世间再长也好这个在上千年上千万年就在某一个地方大作回来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这个地球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了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回来有没有这些思想有没有这些智慧都不好说所以它不是上千万年上千万年是我为了表达比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已其实不是上千万年上亿上亿也不止这个有80个大劫这一个劫这个劫的意思是它不是一个汉语它是一个外来的词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梵文里面的一个词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我们人类的时间来这个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这个人就回来的时候这地球都已经不在了那么地球不在了至少在这个地球上佛法也不在了那他回来以后呢没有佛法再也没有机会比如说一个人他修禅定那么死了以后呢他就投身到这个长寿天那一去回来的时候呢
他再也看不到佛法了，他再也没办法接触佛法，下一次呢可能是再过很长很长时间以后，有可能，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所以这个佛经里面讲的这些时间啊，这些时间的观念，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这个时间。就像我们从1亿光年啊，1亿光年、10亿光年啊，10亿光年之外看我们的这个宇宙一样科学家这个算出来的电脑做的这些和实际上拍摄出来的这些照片当中，我们会发现太空时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没有办法用人的语言讲那么我们呢其中就是一颗，比如说一个沙滩上的一粒沙子一样，我们就是这样，就这么渺小所以我们的两只眼睛所看到的这个数据来判断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可小的非常可小，所以我们的这个心它的所有的判断就是要靠我们的感官给它提供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它是要靠这个数据，那么我们的感官看到的特别特别渺小特别的渺小，所以我们的感官看到的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这个数据去分析，然后再去判断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是什么样子，这种说法是特别特别可笑的所以人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那么我们在这么一个漫长的时间当中轮回生死轮回不断的这个流转在这个生死当中，这个叫做轮回这叫做轮回，所以修禅定的人必须要注意，如果搞不好的话，这个禅定修不好尤其是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然后呢他把心稍微平静一点，然后他把这个平静的这个心就当做什么解脱，当做阿罗汉这样子那就有可能投身到这个长寿天种什么样的这个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这个果因和果是相似的，有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所以在人间就这么去修，这么去错误的去修那有可能就投身到这个天这种长寿天，所以佛教是非常反对盲修瞎练包括小乘佛教都讲没有诀窍没有学习，没有接受过这个教育的人是不允许自己打坐的不允许自己打坐自己打坐那一定会出问题的，所以呢要打坐那就是我们平时都在讲闻思修这三个字是不能脱离的不能脱节的闻思通过听，通过思维去寻找一条路这个必须要用听和思考来寻找寻找好了这个路，确定是一个正确的路，这个时候呢我们毫无疑问的去走走，就这就叫做修这叫修，所以闻思修不能脱节，没有闻思去修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然后没有修，从来都不修光是闻思那么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就像大学里面很多的教授也去研究佛教但是他这是一个文化，他把它当作一个文化来研究这个不是他没有信仰的他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修心来修他只是当作一个文化而已，所以他们的这种是有闻有思但是没有修但是没有修那么我们有些人呢有修但是没有闻没有思这样子两个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叫做长寿田长寿田这个这四个跟人类没有关系的地狱恶鬼旁生长寿田跟人类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
要看他们这些人啊，他们这些生命，嗯，他们这些生命啊怎么样，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样，我们去了解。了解了以后呢，我们有一个可以对比的啊，然后我们会发现啊，我这一生当中呢啊，又不是地狱，又不是这个旁生，又不是长寿田啊，那我非常非常的幸运啊。那么光是幸运啊，就是沉迷在沉醉啊，自我陶醉，这样子行吗？啊，这样子当然不行，这个没有意义的啊。那么我们觉得我很幸运，那么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啊，那我们要去修心啊，这个才是最要。这个我们不是需要自我陶醉，我们需要的就是，就是当我们了解我们是很幸运的时候呢，那必须要知道要珍惜。啊，珍惜这个机会，我们只知道啊，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这个机会，很难得的机会，但是不去珍惜，那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啊，知道和不知道都是一样的。嗯，好，啊，这四个啊，叫做这个这四个一个一个的去修啊，我们上次的这个修方法呢，跟我们上次讲的是一样，先去思考，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啊，长寿天是什么样子啊，然后呢，我们去思考啊，如果假如我啊投身到这个长寿天当中的话，那会怎么样啊？我们一直我们的这些修心啊，都不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旁观者啊。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看戏看电影一样去看，不会有感受的啊。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当事人啊，比如说我投身到这个啊地狱当中，那该怎么样啊？我今天是一个动物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一个恶鬼道的这个恶鬼，那会什么样的啊？然后我这个人如果投身到啊这个长寿田啊，那我现在是一个长寿田的这个田人的话，那会什么样子啊？这样子去感受的，这样子去想啊，那就会有感受啊，会有这样子对我们的触动啊很大啊。我们光是把这些事情呢，就是看小说一样的去看，然后看戏一样的去心去想啊，那就不会有太大的感受，不会有太大感受。所以啊，这个方法呢啊特别的重要。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每一个修心这个修法啊，都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样子去把自己当做其中的某一个人，其中一个成员去思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第二个阶段呢，然后我们就回来再思考，我现在啊，既不是地狱，又不是恶鬼，又不是这个旁生，也不是这个长寿天啊，我现在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呢就深深的啊去了解这个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啊，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啊，光是知道这个很不容易没有用啊，既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怎么难得的机会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珍惜啊啊，怎么珍惜呢？然后我们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珍惜这个啊机会啊，我一定要把我的人生啊，把我的人生做到有意义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些世俗的啊金钱啊名声啊地位等等等等啊，我们也不一定啊，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再拼命再拼命，我们也不一定有，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啊，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明星啊，国际巨星啊，那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啊啊，这都不一定。即使是可以的话啊，即使是可以的话，那也最终啊，最终也就有没有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实际上的意义，这样子我们去思考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些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些东西啊，但是我们喜欢
这个并不能说明它是真正是有意义的东西啊。很多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啊。然后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东西，有意义的工作，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不一定喜欢啊。我们不喜欢这个不一定它没有价值，不一定没有价值。因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喜欢呢？原因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喜欢和不喜欢都要靠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要靠我们的这个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这些东西啊。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要看我们的感官啊。然后我们的感官是非常非常有局限性，而且它的很多很多都是错误的，这个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可以了解。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第二个就是要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这个第二个阶段是要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啊。第三个就是要下决心啊，当时就要下决心，我一定要做到有意义啊，有意义。有意义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要解决我自己的这个身体上的生老病死的问题。第二个，我要解决我的心灵上的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啊。那么这些烦恼都解决了以后呢，这就叫做解脱啊，解脱啊，这个就叫做解脱。那么解脱了以后呢，然后我再回来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解决这个心灵上的这个坦诚吃然后身体上的这个生老病死那以后呢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去学习，去修心去修行。然后呢，每一个人的这个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呢？最后我们不是为了我去修行每一个人都先自己修行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人他们可以从这个生老病死当中可以解脱。然后他们解脱了以后呢，他们每一个人有去做，他们一定会去做这个工作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个人救十个人，十个人再去救100个人这样子以后呢就慢慢的可以就帮助更多更多的人这个就是最终极的目标当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最终极的目标之前如果我们成佛还不说离我们比较远，比如说还没有成佛之前，比如说我们自己在这个修心上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境界有一定的境界，有一定的这个收获的时候呢从此以后我们可以帮助太多太多的这个身边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亲人朋友同事同学等等帮助太多太多的人太多的人。那么这些人都需要帮助的比如说这些人当中，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当中，比如说经济上他不需要什么，也许不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呢，他的家庭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婚姻，有可能这些都是很顺利的都是，当然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即使是这些都是不需要什么帮助，不需要我们去帮助，但是呢，他的心灵上的这些痛苦这个人和人的他的亲人也解决不了，他的父母也解决不了，他的儿女也解决不了心灵上的很多的这些痛苦然后呢，更多的问题呢，走了以后，这些人走了以后，下一世那么。他的这个亲人，他的家人，他的同事，他的领导他的员工，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助到他帮助到他。因为这个生死关头，或者是走了以后最这个悲惨的这个状态当中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很悲惨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就是就辛苦了一辈子啊，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去赚的钱啊，那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呢啊，这些他的家人儿女就是为了他们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啊，然后各走各的路，谁也帮不了谁啊。这个时候他们都需要非常非常需要帮助，但是就是没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人能够帮助啊。那么如果我们修心修得比较好的话，那么正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们啊，那这个多好啊。为什么不努力呢啊？为什么不努力？因为我们太看重现实的这些东西啊，其他的我们都不去想，所以我们忽略了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们太看重自己的感受啊，自己的感受，没有想到啊，没有想到要去帮助什么人啊，没有想到要去帮助什么人，或者是我们想到了要帮助，但是我们的帮助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帮助的就是最多就是经济上的帮助啊，金钱的帮助啊，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这个啊安慰啊之类的啊，比如说就亲戚朋友家人出了什么事情，精神上的安慰啊，然后就是在生活上稍微有点经济上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的最就是我们的极限，也就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以外啊，我们做不到，我们的能力特别特别有限啊。但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去没有要去想要去，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去帮助什么啊，没有想到。为什么不想没有想到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些这个之外的东西啊，我们没有看到。比如说一个人走了，他去哪里啊，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我们看不见啊，看不见，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啊就是没有就忽略这些，我们不着急。比如说亲人走了，家人走了啊，然后他有可能啊这个走的不怎么样啊，有可能走的不怎么样，他有可能现在的状态是非常的糟糕，但是我们不在乎啊，不在乎。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不管的呀啊。这个有没有道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些宇宙空间的这些图片，这个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这些空间，宇宙空间，我们能够看到的，包括我们整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些无线电波，还有我们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啊，宇宙飞船等等，他们都在这个活动的范围，也就在这个整个这个太空当中呢，也就是这么一个针锋一样这么小，一个微尘这么小的范围啊，其他的地方，其他的空间都是我们啊不知道的啊，都是我们接触不到的，所以我们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所以我们觉得不存在，这个是非常非常幼稚的想法，特别的幼稚，特别的可笑啊！但是再幼稚再可笑，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不认为这个是很好笑的想法，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是啊，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价值观已经锁定了这个非常有局限性的这个空间当中，锁定了，突破不了啊，突破不了，不能超越，所以我们只想啊，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些啊，自利利他啊，利益自己什么呢，赚钱，赚了钱以后去吃喝玩乐，这个就是利自己啊，利自己，利别人，帮助别人，利益别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除了这些以外，我们的心里就想不出什么啊更好的东西啊，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啊，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只有一点点的聪明，但是我们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想不出来什么更好的帮助啊，我们也想不出来什么更好的啊，更好的帮助自己的方法啊，帮助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有些父母呀，他非常非常的爱他的儿女，但是呢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爱，所以呢对他的儿女来说，他的爱就是变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啊一样，因为他不懂得爱啊，心很好的，但是呢，他不懂得爱，没有智慧。同样的，我们也很爱我们自己啊，我们想就帮助自己利益自己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利益自己啊，怎么样去帮助自己，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些价值观都突破不了这个很渺小的这个空间啊，都锁定在这个当中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感官特别特别的有局限性，所以他想不出来什么更好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比如说一个人走了，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我们不去想这个事情啊。只要人活着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帮助，然后走了以后呢，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啊。更重要的问题呢，我们几乎就没有去啊，走了以后怎么去帮助啊，没有。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准备这方面，我们不做什么准备啊。比如说我们的父母对儿女啊，尤其是稍微比较传统的这个父母呢啊，他就是为了儿女，他把一辈子的这个积蓄啊留给儿女，然后希望他们好。那但是呢，他也不懂得啊，儿女比如说他的儿女啊，杀盗淫亡啊，造很多的业啊，有可能堕地狱，有可能堕这个恶鬼，那这他这些都不关心啊，他不关心这些。为什么不关心呢？他不知道啊，这个之后是什么样子啊，地狱是什么样子，恶鬼是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到底有没有存在这些东西，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不关心啊。如果他知道，他肯定会关心的，他就像现实生活当中关心一样，他会关心，但是他不关心。不关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不关心。那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啊想帮助别人，我们想帮助家人啊，帮助这个朋友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也就是考虑的是什么？他的现实的啊，他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帮助啊。那么除了现实生活的帮助以外呢，我们也不太关心啊，不太关心。为什么不关心呢？也就是我们也就是这个问题啊，我们也就是啊半信半疑。很多人就是虽然是进入佛门了，但是这些东西到底存在不存在，还是很多人是半信半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去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多人还是半信半疑。所以我们虽然是学佛了，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学佛的这么多人，所谓的学佛都是烧香拜佛，为了发财，为了工作顺利，为了这些世俗的东西啊，去烧香拜佛求佛。为什么学佛的目的最后为什么还是为了钱，为了物质，为了工作？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这些人虽然是有信仰，但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所以他不知道要信什么，那、啊、他不知道要追求什么啊，他不知道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所以他信了啊，学佛了，信了，但是呢，最后还是回到这个啊，目标还是跟不信佛的人是一样的目标了。不信佛的人，也就是想发财呀、啊，想升官呐 啊。然后呢，信佛的人呢，虽然是信，但是呢，这个他的信仰啊，最后还是为了他的这个升官，为了他的发财啊，就是这样子。这种人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有啊，有信仰，没有智慧啊，就是这样子啊，有信仰没有智慧这样。所以我们经常都讲要闻思修啊，这三个烧香拜佛。当然是很好的，可以的，我们可以去烧香，可以去拜佛，都没问题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是不能缺少，就是学习啊，智慧。没有智慧啊，最后我们学佛了，非常非常虔诚的人啊，非常虔诚的、极端的、狂热的这个宗教信徒，最后没有啊。没有智慧的话，那他这种狂热最后就是导致什么样的问题不好说啊。所以啊，必须要有智慧啊，要有智慧。啊，这时候我们去这个去思考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长寿天啊，他也是因为没有智慧，最终他就是导致这个下场啊。他为什么是这样？他因为他也是有信仰啊，他在打坐，他也在修行呢，但是因为他没有智慧，那没有智慧，所以他最后还是没有解脱啊。所以我们智慧是非常的重要啊。好，这样子去这个思考啊，思考最终我们的结论啊。刚才我们讲了三个阶段啊，这个我前几天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前面两个是过程啊，后面的一个就是结果啊。前面的过程我们首先去思考啊，比如说地狱是什么样子，我们前面讲过了，思考地狱的时候呢，从四个角度去思考啊啊，然后这个长寿天啊，我们也这样子去思考了解，然后最后就回到自己的身上啊，然后这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机会，而我就有啊，那么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比如说我们啊，就去找工作啊，然后我们有1000个人去找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个公司它实际上只需要3个人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3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呀。我们1000个人去找工作，但是这个当中1000个人当中呢，只有3个人。啊，只有3个人才能够找到这个工作，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那么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工作是非常难得的啊，非常难得。同样的，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众生在地狱当中啊，然后这么多的在这个恶鬼当中啊，这些我们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可以啊相信佛的这个语言啊。那么我们可能是很多人也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相信佛呢？凭什么相信佛呢？啊，这个想法是很准确的啊。那么佛为什么啊可以相信呢？啊，佛为什么是一个真实预言者呢？啊，佛为什么不撒谎呢？啊，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有另外一套这个逻辑，这个就是专门讲啊，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佛啊？专门讲这个叫做因命啊。我们不要以为啊，只要我们的这个感官能够看到的，或者是我们的心啊可以这个推理的啊，这种逻辑啊，通过这种我们的感官真实感受到的和我们的这个逻辑推理出来的。啊，这个东西以外我们都不接受，不能这样子想啊。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连小学生中学生都知道我们的这个桌子，我们看到的这个桌子啊，它是很多的分子和原子构成的，而且这些原子啊都是在这个运动啊，实际上意思就是说这个桌子就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它是运动的啊。但是这个东西啊，这种说法今天我们大家都接受了，但是如果几百年前啊，200-300年前的人啊，比如说他也没有学过佛啊，没有学过这个佛教的理论啊，那这样子的话，两三百年之前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啊，因为他的感官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桌子的运动啊，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呢，他的逻辑也没有办法去推导啊，推出他是这个啊一刹那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时候的普通的人啊，200-300年前的普通的人来说啊，桌子，这张桌子不是静止的，是运动的，这种观点啊，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为什么？他的任何一个感官啊感觉不到。另外就是他没有办法推理啊，他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逻辑啊，没有办法推理。那这个时候呢，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显微镜啊，需要显微镜啊。有了显微镜这个工具的时候呢，然后大家哦，这个我们的感官看不到，我们也没办法推理，但是呢，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有了这个工具以后呢，哦，我们现在相信了，
就是这样子啊。同样的道理，有些问题呢，我们的人类的感官看不见，我们人类的这个逻辑是没有办法推出，但是呢，超越我们的这个感官的级别，我们的这个智慧啊，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超越我们的智慧的一个更高级别的这个智慧，也需要一个这样子的智慧，以这个智慧来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另外一个结论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到底是不是超越了我们的智慧？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到底是不是超越人类的智慧？到底是不是超越了我们的智慧啊？这个就是要证明的啊。这个如果一旦能够证明这一点啊，那么佛说了啊，那么就完全是可以相信的。那这个我们怎么证明呢？啊，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话了，这个我们要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学，这叫做佛经里面，佛教里面这叫做应命学啊，应命，应命就是实际上就是逻辑，所以啊，我们要啊，但是这些很多这个佛教的这些观点呢、啊，都是相互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修人生难得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没有看到地狱啊，那我们没有看到恶鬼啊，那么到底这些在不在呢？啊，然后说啊，这个在，为什么？就因为是佛说的啊，那我们就也会问呢、啊，那佛说了，到底这个佛到底知不知道这些呀？还有就是佛说的，难道可以啊相信吗？啊，难道一切都可以接受吗？啊，那凭什么呢？怎么证明呢？当然会有这样子的啊，喜欢这个思考的人，他会有自然就会有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他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佛，释迦牟尼佛最喜欢的就是这种人啊。这种人佛不太喜欢，一开始的时候就相信他的人啊，佛不是很喜欢啊。佛就是喜欢问太多太多太多为什么的这个人，他最喜欢了啊。为什么呢？佛完全有把握他的这个真理啊，他的这个思想是这种人啊会接受的啊，最后这种人会接受的啊。那么这种人一接受了以后呢，这种人啊，他永远都不会有动摇啊，永远都不会有动摇啊。问了太多太多的为什么，最后确定了，这种人叫做立根啊，立根就是这个根基特别特别好的人啊，特别好的人。然后什么都不问，一开始就相信佛的这种人呢啊，他可能是心很虔诚的啊，但是呢，有一天呢，他有可能啊，从根本上就发生动摇啊，有可能发生动摇，所以佛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人，佛不太喜欢一开始相信佛的人，佛就是喜欢相信真理的人啊，相信真理的人，不喜欢相信佛的人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学啊，大家如果想学可以学啊，但是我想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去学专门这都很复杂的，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们还是虽然佛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佛，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划算啊。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地狱和恶鬼我们看不到，但是呢佛说了我们相信啊。然后第三个动物呢啊，我们现在就是对动物的这个生活还有很多我们都比较了解了啊，比过去的人了解的多啊，那么我们就有太多太多的这个资料啊，可以去想，可以去思考，非常好，我觉得。那然后长寿天呢，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长寿天我们也没有看到过啊，没有看到过，但是这个没关系，我们也可以相信佛就可以了。好，这个是长寿佛。然后呢长寿天啊，不叫长寿佛啊，说错了叫做长寿天啊，天人跟佛是不一样的。好啊，然后接下来就是啊，这个四个这个人类的这个不仙侠啊，人类的不仙侠，
也就是说跟人类有关系的四个没有学佛的机会啊，就我们现在就开始讲这个。第一个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就是辩敌啊，辩就是边缘的啊，边缘的敌啊，出生在这个边缘敌啊，边缘和这个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的划分是什么呢？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边缘和中心啊，当然比如说中心和这个边缘当然是有很多很多，这是相对的啊，从很多角度都可以去讲什么是中心什么是这个边缘都可以讲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是讲的这个边缘和这个边缘和中心啊，是有佛法的地方啊都叫做中心啊，中心地带有佛法啊，有佛法啊，有佛法，然后呢这个我们啊，比如说有佛的四中弟子啊，佛的四中弟子有出家人啊，有在家人啊，然后也有佛法，然后也有这个闻思修啊，我们可以去听法，我们可以去学习，可以去打坐啊，这样子的地方叫做这个中心啊。然后边缘是什么呢？边缘就是没有这个佛的四中弟子啊，也没有出家人，也没有在家的这个修行人，然后也没有佛法啊，然后也没有这个闻思修啊，这样子的地方叫做边缘的地方啊，边缘地。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这样子的边缘地带啊，这样子的话呢，虽然我们啊前面的都不是啊，比如说不是地狱啊，不是恶鬼，不是动物，也不是长寿天啊，这些都不是啊，但是呢还是没有机会了啊，还是没有学佛的机会啊，还是没有机会这样子的机会啊，就像以前有佛法的地方啊，很多地方现在没有佛法了啊，就像印度的很多地方，中东的很多地方，东南亚的很多地方，以前过去佛教非常非常兴盛的地方，现在啊，没有佛法了啊，然后呢，很多西方啊，还有就像非洲、欧洲这样子的地方呢，过去也没有佛法，现在也没有佛法啊，很多这样子的地方，这个世界上啊，太多太多这样子的地方啊。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一个出生在一个这样子的地方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的生活上啊，有可能。很好啊，有可能我们的环境啊，空气啊，各方面都有可能是很好啊，有可能比我们现在的好，但是呢啊，这就是只能说生活方面啊比我们现在好，但是呢这个心灵的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这个需求啊，就是物质生活，就是物质生活啊，这个呢这个从这个领域当中有可能是很丰富啊，但是呢精神方面啊，精神方面呢啊，那就是缺少了这些佛的智慧，他也许是根本就没有信仰啊，也许有其他的信仰啊都有可能，这个但是呢就是没有啊，就是没有这个佛法，没有佛陀的这个智慧。那没有佛陀的智慧，没有佛陀的智慧，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没有智慧，所以他虽然是人啊，但是呢啊，同样的就是没有学佛的机会啊，他一辈子都没有这样子的人，很多很多人都是一辈子都是啊，没有这个学习学佛法的啊，没有这个学佛法的这个机会啊，这是一个。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人类的这个不现象，就是持有邪见的人啊，邪见是什么呢？佛教里面讲的邪见啊，邪见就是邪恶的见解，邪恶的见解是什么呢？比如说否定这个善恶因果，然后就是否定这个生命轮回啊。就是他发自内心的觉得没有生命轮回这回事情啊，发自内心的相信没有善恶因果这回事啊，
这种见解叫做邪见啊，叫做邪见，邪恶的见解。这个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宫，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些人类文明啊，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哲学，它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见解。这些见解，这些观点啊，很多都是跟佛是不一样的，但是这都不叫邪见啊，它不叫不用邪这个字啊，不用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任何一个宗教啊，它有可能它讲的不是真实的东西，它不是不符合啊，不符合这个真相，但是呢也不能说邪。为什么呢？他这样子讲也有很多人，对很多人有帮助啊，有很多人帮助，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个他虽然是有可能他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见解，但是呢他是对很多人是有帮助的啊。所以这个哲学宗教啊，很多的观点都不叫邪，那唯一这几个叫做邪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这几个就是邪呢？如果你把啊这个否定了这个善恶因果啊，这个否定了，那这样子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变成很邪恶的人啊，很邪恶的人。比如说他觉得没有什么善和恶啊，没有什么过报，那这样子我什么都可以做了啊，只要这个啊不受这个法律的惩罚啊，那这样子那我什么都可以做啊。那么绝大多数的犯罪的人的他的心态是什么呢？当他这个犯罪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态啊，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心态是什么？他觉得这个没有人知道的啊。如果他这个时候就知道有人知道，那他会做这件事情吗？不会的。所以他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这个没有人知道啊。那么他觉得这个第一个没有人知道，那么没有人知道这个等于就是不可以不承受啊法律的这个惩罚啊。那么不承受法律的惩罚，这样子的话，那就他的心目当中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啊，可以和不可以的这样子的底线啊，没有这种底线。所以这种情况下，人就会变成非常邪恶的，他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做得出来啊，做得出来。就我们经常讲天不怕地不怕，最后呢我们所有人都变成非常非常可怕的人啊。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会人都会变成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啊，为了自己的稍稍的这个利益，比如说我们就是为了啊，在我们的舌头能够尝到一个比较新鲜的味道啊，就为了这一点点啊，把我们的餐桌上的这些这么多的生命，这么多的这些动物啊啊，我们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去杀害他们啊，然后我们根本就不关心，根本就无所谓，根本就不知道，根本就肯定是知道了，但是我们根本就不去想这些餐桌上的这些生命有多痛苦，有多残忍，根本不去想啊，我们只去想怎么样吃啊更新鲜更好吃啊。就人就是会变成这样子的啊。如果你有一个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可以，凡是有一点点啊善和恶啊这样子的概念的话，那你比如说你同样的也有这种欲望啊，你会希望吃到一个啊新鲜的味道啊，但是呢你知道这个还是不能做啊，还是有点点约束啊。人就是没有任何的约束，这样子的情况下就变成很野蛮的，很疯狂的啊，很疯狂的。所以人变成非常非常邪恶的，所以就佛教啊就用邪啊，用邪见啊，这是一个善恶。另外一个呢就是啊去否定啊人的这个前世后世这样子的这个见解，也叫做邪见。为什么呢？同样的人可以变成非常邪恶的人啊。比如说你以第一啊觉得有这个善恶因果啊，第二然后也接受这个，比如说人有前世后世这样子的话，那么
比如说某一件事情，就像杀盗淫妄这样子的事情啊，虽然没有任何人知道啊，这一辈子你完全可以确定不受任何的这个法律的惩罚，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有这种约束啊，他有自律，他觉得不应该做这个，不应该我去做啊。第一个为什么不应该？因为这个我啊，生命不会啊这个消失的，我还有下一世，我这一世当中啊不会有法律的惩罚，但是呢，我下一世还是有这个因果的惩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那么我也不能为了我自己的某种利益去这么残忍的去伤害别人啊，我不应该啊，他心中有一个应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啊子啊，这样子的观念啊，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他有啊。如果否定了这两个人类的这种价值观这种观点以后，既没有前世后世，又没有善恶因果啊，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只要我不成不要只要在现实当中我不承受这个法律的惩罚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什么都可以做啊。所以人就变成了非常邪恶的啊，非常野蛮的啊。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两个见解，所以佛教在成千上万的人类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当中啊，只有这两个，用邪啊这个字，用邪这个字啊，吃邪见的人啊，吃邪见的人啊。那么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一个吃邪见的人的话，那比如说我们啊，第一个不是地狱，不是恶鬼，不是出这个旁生啊，然后也不是天，也不是这个长寿田啊，也不是出生在这个边缘啊，我们就出生在有佛教的地方啊，有佛教的地方就有佛教的这个中心地带啊，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地方，这个村里面，这个啊城里面啊，有庙，有出家人，有佛法，什么都有了啊。但是就是我自己不相信，我不但是不相，而且我否定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么前面的这些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以后呢，都没有用。如果就是这一个啊，是邪见啊，就是有一个这个条件不具备的话，那么也就是啊，跟动物啊，跟这个出生在边缘地带的人，从这个角度啊，完全是一样，还是没有这个一辈子的。比如说，这个人他的戈壁就是一个寺庙啊，他的戈壁就是一个这个佛教的道场，但是呢，由他的邻居就是寺庙或者出家人，嗯，但是呢，他有可能一辈子都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啊，一点都不相信啊。有这样子的人呢啊，有这样子的人，嗯，所以全世界啊70亿人口当中有58亿人口啊都是有信仰的啊，有信仰的，嗯，然后呢，没有信仰的人当中很多很多都是啊，我们都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啊，其中一员啊，但是就是我们啊。幸运的就是不是啊，我们不是其中的一员，就是不是持有邪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有机会去学习，有机会去修心啊，这样子，这是这个第二，然后第三啊，第三就是佛不出世啊，佛不出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我们比如说我们造在2500多年前啊，造在2800年前2900年前啊，出生在印度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传法的这个菩提伽耶啊，这个就是最最最中心的地方了啊，出生在那个地方的话有用吗？没有用。为什么呢？佛没有出世呀啊，
当然啊，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时候出世，这个是在这个年份上就是有一点点的争议，那有一点争议，这个历史学家，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就是2500多年600年这样子的时候啊。那迦氏这个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是出生在3000年前啊，3000年前的话，那我们出生的时候没有佛法呀，没有释迦牟尼佛呀啊啊，释迦牟尼佛啊，比如说3000年前我们啊出生在这个印度啊菩提伽耶啊，释迦牟尼佛转法轮的地方有用吗？没有用啊。再过300年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啊才会啊这个才会出世转法轮啊，那那个时候一样也就是没有机会的。但是呢，幸亏我们啊，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啊出世之后啊，就是就在这个时候出世啊，佛不出世啊。那么这些啊，希望大家看这个《大圆满的前心普贤上师言教》啊，这本书里面讲的比较清楚啊啊，讲的比较他展开的讲，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丰富，比较全面。还有一个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里面讲的也比较全面啊，比较全面。这个《回灯之光》里面讲的虽然是通俗易懂，但是呢，没有不是很全面的，不是讲的不是很多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修这个私家心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这个，至少也把这个《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言教》这个必须要看啊。这必须要看，因为这里面讲的很清楚的，这个佛不出世的这个时间呢，特别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就是不仅仅是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不仅仅是这个地球，因为这个地球上呢，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啊消失了以后呢，然后。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消失了，但是这个不等于佛法消失了啊。那中间有一个过渡的时间，然后呢啊，会弥勒佛又会传法啊，弥勒佛会传法的。所以呢，这个是这一次的这个地球上呢啊，基本上都是有佛法的啊，基本上有佛法，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过渡的时间呢，还是很漫长的，除了这些过渡时间以外呢，都基本上都是有佛法啊，有佛法的这个星球。但是这个地球毁灭了以后，比如说另外一个星球啊，那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这个世界，成千上万的这个地球啊。那么这些上面呢，同样也有人，同样也有生命啊。那么这些都很多很多都是没有。都是没有这个佛法的啊，没有佛法的啊，然后有佛法，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三千年前啊出生的话也没有用，也听不到佛法。然后这些孤独的时间当中出现，也就是听不到佛法啊。所以呢，要正好遇到这种佛法，然后有遇到这样子的修行的机会，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个是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印雅人啊，印雅人就是两种意思，一个呢就聋哑人啊，听不见啊，然后又说不出啊话啊，这是一个啊。那么这个是有办法学佛的，可以学佛，可以，比如说盲人啊，他也可以现在可以用通过这个盲文啊，尤其是如果能够听得见的话，那就是电脑可以帮他读啊，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呢，这个音雅就有两种意思啊，一个是这个感官上的啊，就是聋哑人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意识啊。意识就是说，他的意识没有智慧，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就不是一般的没有智慧，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学啊，就这种人啊，就是有智障的啊，就是有智障的人啊，有智障的人就没有办法学，就是这种人啊。那么这种人呢，他也前面我们讲的这些
他都不是啊，不是地狱恶鬼出生，都不天，长寿天都不是，然后他也不是，不是边底的，然后也没有邪见啊，这些都不是，他也不是佛不出世的时候单身的，都不是啊。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因为最后一个啊，就是这个执掌啊，因为有执掌，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去学习佛法啊，没有办法去修心啊，没有办法去修心，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啊。那么我们这四个啊，最后四个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那、啊、跟人类有关系的四个不闲暇，然后跟人类没有关系的四个不闲暇，一共啊就有八个这个不闲暇，意思就是说这八个都是没有学佛的机会，没有修心的机会啊，没有修心的机会就有这个八个啊。那么八个就是代表性的啊，代表性的啊。那么如果再细节的话，那可能也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啊，再细节的话也有其他的，但是主要是这八个嗯。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啊，这一生我们这八个当中，我们都不在这八个当中啊，我们都这个都、嗯、我们都不是这八个的这个某一个某一院啊啊，都不是啊。那么这个八个当中啊，有执掌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吃这个邪见的有多少人啊，这个佛不出世的有多少人？大家想想啊，佛不出世的人，嗯，佛不出世的人，科学家估计这个地球上啊，已经死去了多少人？1000多亿人啊，已经死去了啊，就是人类历史有史有人类的历史到今天为止啊，死了多少人呢？1000多亿人啊，有1000多亿人死了，嗯，那么有1000多亿人死了，这个是有佛法，就是就这么2000多年啊，那么2000多年啊，每年去世的人呢，啊，大概就是啊，大概就是5000万人左右了啊，当然过去就人口比较少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了啊，现在就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减下来了以后呢，还有那么多的人是根本就啊，这个1000多亿人啊，1000多亿是什么概念呢？啊，那么1000多亿人啊，都虽然是来到这个地球上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听到佛法啊，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没有听到佛法，他们走了，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什么样子啊，他们不知道佛什么叫做佛教，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啊出离心，什么叫做菩提心啊，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解脱轮回啊，他们都不知道，这些人都没有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所以我们啊很幸运的啊。非常幸运的，我们这一生啊是非常非常啊这个啊来之不易的啊来之不易，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尤其在这个红尘当中生活，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坎坷啊，这个就是生活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载体是这个肉体啊，那么这个肉体呢啊，就是它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它自身的啊自身的这个毛病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拖着一个这样子的躯体啊来到这个世界上，那自然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痛苦，我们要去面对，这个是很自然的啊。另外一个，我们的今生它的本质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佛心，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还接触不到这个层面啊，然后我们接触到的这个层面，它是精神的这个最外表啊，那么这个外表呢，也是一个很肮脏的啊，也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啊，很糟糕的状态，它是有这么多的烦恼啊，有这么多的负面的这个东西啊，那我们经常就是生活在这个它的这个最表面的这个最肮脏的最糟糕的啊
这个层面当中，我们生活在这个层面当中，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开心的呀，很多焦虑的时候，这个是很自然的，那、自然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就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啊、而就放弃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呀，很多人想不通去自杀呀，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没有看到缘啊、缘处。没有看得远，所以就经常出这样子的问题。稍微我们看远一点的话，那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是自然的啊。我们依靠一个这样子的心和依靠一个这样子的身体去生活啊，去生存这个世界的话，那这些坎坷呀、焦虑呀，这些都是必然的啊，都是必然的，要接受，这都是现实，要接受。但是呢，总的来说啊，是很幸运的啊，是非常非常有这个有福报的啊，很幸运的，就是虽然有很多的烦恼，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啊问题呢，还是完全是可以被忽略的啊，可以被忽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平时人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的前途啊永远都是光明啊，真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可以这么说啊，人的前途就是光明的啊。但是呢，像我们现在的这样子的人的前途是光明，并不是所有人的前途光明啊。所以必须要懂得啊，这个人生啊很不容易啊，一个的去修啊，一个一个的去修心，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具体的修法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讲啊。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八个这个闲暇，先大家了解一下。了解了以后呢，然后具体的这个打坐的方法呢，我们啊还要进一步的去讲。这边做连着啊住的时候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爸妈舍得